接下来是关谷希的浅解，浅解周边这样还蛮可爱的。如果说那个风可以再更大一点就好了，她的裙子就会更上面一点。好，火的跟木的谷希哪个先推荐哦？火的啊，火的队员比较多，当然还是看你的队员啦。可是木的队员比较难去搭配他的特性。这公主怎么那么多啊？吓死宝宝！好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轮回的音乐根本就是有人洗澡在哼歌，真的假的？有这么夸张哦？等一下，我一定要来听听看，真的假的？那很刺激耶！到底是谁啊？这是彩蛋吗？新改版的彩蛋是不是？这个先留一下好了。这么过分，直接给你骷髅头。真不愧是星爆打星爆，皇冠捕鼠盾差一颗，差一颗木珠是怎样啦？木珠嘞，大哥，大哥木珠吧，来做强化珠好了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水火木 OK。好，应该有消耗就过了吧？那个，大哥还没过啊！啊，我刚才那么有自信，到底是？哎呦，这天价也太扯了吧！啊、又更新，不是吧？那火猪又在更新，那火猪，哎，又有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一场到底在干嘛？问号。嗯，好，反正过了。我现在这场好奇怪哦。怎么加你战队？什么是战队啊？这个游戏有战队吗？好，总算是那个惩戒成功了。